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Roshin Sakubalamati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分析吧。掩护比丘失明的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好好的拿按照大夫所教导的方式点药，即便是他握住了良好的药方，但是也治疗不好他的眼疾，那是现在的因缘。另外一个现在的因缘也是如同，就是说他不追求的是肉眼，他所追求的是慧眼，所以呢，他不要那是舍弃自己所建立的头陀行，所以到最后呢，他就眼睛都瞎了。接下来我们就是拿过去因缘的角度来做一个分析。掩护比丘在过去某一世当中，他曾经是在婆罗奈城 Paranadi 作为一位大夫，也就是拿专门医疗眼疾的大夫。阿里婆啊，都谢谢啊，婆啊，皮得吃侬啊，这个嘛，只要个，也是没搞，也是没搞呢，这个嘛，我对着看见了，都啊，进来的。就在那一世的时候呢，是有一位女子患得了眼疾，来看这位大夫。这位大夫呢，帮她的眼睛检查之后呢，他确定可以为那位女子治疗好眼疾的。那么那位女子呢，也相信这位大夫他的专业是治疗眼疾，但是那位女子呢说错了一句话，她就是说大夫，假如呢是能为我治疗好眼疾的话呢，我们母子俩呢是终身作为你的奴隶，当作是呢支付了医疗的费用吧。大夫已经掌握好这位女子眼疾的病情，帮她点了药。过没多久，这位女子的眼睛就转好了。过了两三天之后呢，大夫再次的去看那位女子。这位女子呢，她害怕要做奴隶，明明已经眼睛转好了，她就是轻瞒着大夫说：“我点了你给我的药之后呢，我的眼睛更加的疼痛，一直都没有转好。”大夫早已经知道这位病人呢是欺瞒了他，那么于是呢心怀恶念，既然呢就是他已经欺瞒我，于是呢给了另外一种药方，点下去之后呢立刻双眼就失明了。这位大夫以恶心恶念呢造成人家失明，一直到作为掩护比丘的时候呢，依然也接受的是失明恶的果报。在他的生命轮回的过程当中，多生多世呢，都是以失明的状态而过了他的生命。第，谁是阿婆嘛？老开的阿古都干哈？阿里婆嘛了都变了，比如也是干。那一世的大夫，他造成了那位女子呢失明。但是呢，这位大夫他自己也没有受到现世报，也没有呢失明过。但是到最后呢，是有许多人谴责他下了毒手。那位女子呢，现在失明了。当然那一世的时候呢，也会受到人家的指责，也就是呢是那个时候他所造成的第一个塑形心所促成的恶的果报。生哪里出来？他不他们昨夜九五阿姨我们都看啥呀吧？多懂面试了嘛？干嘛？到了第二个生命的时候呢，他开始就有失明的一种果报了。
这位大夫到第二世的时候，得到他所形成的七个塑形心当中的第七个塑形心所促成的果报。他是在第二个生命的时候呢，接受了这个施米的果报。到第三个生命，一直到呢现在最后一生证得阿罗汉果的这个轮回的多生多世的过程当中，这位野户比丘呢获得的是施米的生命，要么就是呢他在那一世的时候点错了药之后呢自己失明了，要么就是意外发生之后呢他就失明了。总而言之，他的结果都是呢失明的。失明的果报来自于是作为大夫造成人家失明的时候的第七个塑形心当中中间的第二个塑形心到第六个塑形心所促成的果报呢，就到了眼户比丘的最后一生的时候呢，依然接受的是失明的恶的果报。若第谁谁阿婆阿留开的，马高呢阿古多干，马高呢手干的比较，第马提婆。他眼睛失明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做大夫的时候，以恶毒的心情造成人家是失明的，这个是主要的原因。次要的原因是，他在这一生的时候呢，明明大夫已经招待他说要躺下来点药，他不接受。而且呢，他又是去实践的是十三支陀陀行里面的不倒单的这个陀陀行，由于呢种种的这些因缘之下呢，促成的是失明的结局。那罗阿库被受感不忘吗？提干的库就被不出来哈，干的库的内容，在他的多生都是呢是失明，在某一世当中他没有失明呢。因为是在那一世当中他听从了大夫的教导，他也按时呢点药，所以呢有几世那是他没有失明。这一生当中所面对的是失明的一种遭遇，当然也不能完全说是只有过去的单一因缘而已，他也有现在的因缘。假如那是这一生当中可以接受大夫交代的话呢，这位眼户比丘呢是绝对不会失明的。我现在这种的分析呢，是要让各位明白，促成一个果报呢，绝对不只是过去的单一的因缘，它也有呢是跟现在的因缘也有息息相关的。人多一点呢，可留待的出发走，这感觉。比如说吧，各位呢在路上呢跌倒了，受伤了。难道把整个事情呢推诿说是过去的业所造成的吗？它当然也有现在的因缘的。你当下走路的时候没有留意，提不起自己的正念，或者是呢东张西望的情况之下跌倒，也有这种的可能。所以呢也必须要呢把现在因缘的部分也要加以考虑。就从佛陀现在所说的这个偈颂里面是有提到的，是所有不良的行为、不良的言语呢，是来自于不良的内心所促成的。一旦呢做出了不良的行为的话呢，当下也就是呢造成的是业。好比呢牛车一样，前面的牛正在奔跑的时候，后面的车身紧紧的跟随。那么我们了解这个偈颂的内容之后呢，是奉劝各位呢是要远离行恶行。这位眼户比丘呢，不仅仅只有呢是有恶业而已，当然在他的过去世当中也累积了不少的波罗蜜，因此在此生呢，终究呢证得了阿罗汉圣证。眼户比丘过去呢不懂事而所造的这些恶行恶业，我们引以为戒。当然我们也必须呢把眼户比丘呢作为一个楷模，向他学习，他的努力是我们可以应当学习的。因为到后来也证得了阿罗汉圣证，我们了解之后呢，是取起这些好的，舍弃呢不好的。布达萨萨南，布达萨萨南，吉兰德德度，吉兰德德度，
Buddha Sasanam Buddha Sasanam Jiran Deitadu Jiran Deitadu Buddha Sasanam Buddha Sasanam Jiran Deitadu Jiran Deitadu Sasanam